先一個問題咧，就話點解親近神都依然喺呢啲環境咧，容易因為人激氣？咁咧就我想問一個問題：喺你發嬲嗰陣，有冇感受到聲音提你？有冇感受到？你感受唔到。咁咧就個原因係因為你未有呢個習慣咧，留意到自己內心世界。咁呢個係一個需要我哋學習嘅一樣嘢。即係話咧，其實這次我都講到話關於恩高同埋呢個處理生命嗰方面，即係有啲人可以日日都好哇，充滿喜樂，好大，好充滿聖靈嘅能力，但係依然有好多生命嘅冇處理到。咁即係人係可以同時係咁樣，即係有咁樣事情發生嘅。咁咧呢個處理生命係要學習一樣嘢，就係知覺性。咦，我而家有啲煩惱喎，我有啲唔開心喎，我有啲因為人受影響喎，我即係有負面嘅諗法喎。一留意到咧，即刻處理呢個就係即係一個知覺性啊。因為呢個咧係需要一個理性嘅比較理智方面強嘅人就容易啲嘅。咁但係就算你唔強咧，你可以開始留意，即係譬如你問下自己，我而家嘅感覺係乜嘢咧？我嘅心態係乜嘢咧？即係而家坐喺度啦。嗱，譬如我聽你講咧，你可能咧，嗱，我講一估啫嚇，可能咧，你嘅心裏面咧都可能有啲內疚。點解我即係都咁親近神？點解我依然咧會有呢啲問題咧？即係會有種好似覺得自己唔係咁好啊、自卑啊咁樣依種嘅情況。即係話呢一陣，如果唔係我提你，可能你唔知喎。咁我提咗你咧，你知咧，咁你開始留意啊？咦？我很多時候都有這種情況出現，那你就要提自己了。提自己就是說、哦、我現在有點自卑、哦、那麼自卑的聖經答案是什麼呢？即是我們講到得勝無谷，是不是留意那個問題？自卑是有破壞性的。聖經的觀念是什麼呢？我們個個都是神體重的，神很寶貴我們的，我們是絕對不需要自卑的，而自卑是會傷害我們的。那所以我們是可以很深信我們是很寶貴，很可以咧，好享受神。就算我哋做得唔夠好，都唔使自卑嘅。即係如果用個例子咁樣啊，我有一個例子，我形容一個基督徒咧，好似一個人咧，帶住一樣，譬如我用一個例子，帶住一支電槍，嗰啲電槍要駁電線嘅。佢一駁咗啲電槍咧，佢就好犀利嘅，佢啲能力就好勁啦。但係咧，佢有時咧就會唔記得咗插線。咁咧，佢依然佢都嗱，佢唔記得插咧，但係因為佢唔係完全唔插，佢基督徒點都有啲插嘅。咁佢就唔記得嗰陣時候插條有線。漏電。有線。咁啲電咧就唔強啦。咁咧，如果基督徒咧，即係話可以咧，係好多時咧係淨係用個即係有線啊。佢唔知道佢自己其實即係嗰個潛質好大嘅。當他是一個自卑的狀態，他就不知覺就插了右線了。即有些基督徒是成日都是一個自卑的狀態，是不知覺的。這件事我希望大家成日留意，即是我自己會留意我自己，我有什麼感覺呢？現在那我又不是叫你好像成日在檢查內心那樣，而是成日愛慕神，以你以致有喜樂平安。那你發覺你自己不到位，那你就問自己了。就算我自己都會有過，有時這樣啊！嗰樣嘢未做得夠好喎，啲聖靈恩膏喺個聚會都未夠強喎，嗰啲人嘅改變未夠強喎，喺宣教嘅時候嘅聖靈工作都未夠強喎，或者嗰啲人嘅生命提升未夠強喎，又未夠提升夠多人喎，咁即係我嘅心裏面咧都會有時有啲咁樣嘅意念。咁有啲意念嘅時候會有啲咩感覺咧？梗係唔係一個好正面？哇！真係好啦，哎呀！真係哇！真係好好犀利啊！我哋而家俾神大力使用。必然是會想什麼呢？真是很困難，很困難才提升到他們，即會有這些意念，即我自己都會有這些意念。但總之你想親很困難，不行，沒有能力，我做得不夠好，全部這些都是不好的。但很多人是活在這種狀態，一點都不知道的。不知道的時候有什麼後果呢？那就整天是一種打敗的狀態，那支槍經常都過一條有線，經常都沒什麼能力。但是如果這個基督徒經常都說，其實呢，就算因為我們的能力不是在於我們嘛，
如果我哋完全掹條電線，一啲力量都冇啊嘛，係完全係靠博去神嗰度啫嘛。我越有信心咧，就博條粗線啦；我越冇信心，就博條幼線。咁所以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我即刻去處理。當你處理慣咧，你一發覺，咦，我即刻想發嬲啦，就係處理罪嘅時刻啦。咦，我想發嬲喎。咁你如果你乜都做唔到咧，起碼第一樣嘢，可能你深呼吸，去飲啖水，行個圈。即係呢個第一樣嘢做嘅，即係有啲人嚟講咧，係做呢樣嘢係需要做呢樣嘢先嘅。咁喺我嚟講咧，我就唔使用呢啲方法㗎，我就即刻話，其實我使乜問佢咧，係佢嘅問題啫嘛。即係我即刻我已經可以即刻處理到，因為我已經即係我嘅情緒咧，唔係一樣控制我嘅嘢嚟嘅，係我隨時可以管理到嘅。咁於是，我咪即刻就進入管理。但係有啲人做唔到呢樣嘢咧，你就可以做咩咧？就去深呼吸啦，洗個面啦，去。做一啲令你開心嘅先，鬆啲嘅先，然後先去處理嗰樣嘢。咁而諗翻就係諗翻根源啦，就係要求嗰個人啦嚇，佢做到乜嘢做乜嘢。咁其實咧，呢個世界上嘅人，你要求親，梗會失望。即係好似我如果要求你哋咧，我唔係話你哋唔夠好啊，而係話咧人總有唔好嘅。即係我如果我要求我自己咧，我話我自己做得夠唔夠好咧，我都話都係有好多嘢做得唔夠好。點解做嚟做去都未夠提升咧？咁我就會成日喺負面裏面啦。咁我就要學習，我要話俾自己聽，已經有進步緊啦。但係我可以求神俾我聰明智慧更大嘅提升，更大嘅提升。咁嘅時候呢、這個咪正面咯。負面就係、我哋都係做得唔好，都係唔得噶啦。訓練嚟訓練去都係差唔多噶啦。咁咪負面啦。啲人又唔合作，咪負面咯。仲最負面係點咧？記名添。A 君就乜乜唔聽話 ，B 君乜乜乜 ，C 君乜乜乜乜，又做過咩錯事？咁啊仲衰啦。咁啊開始咧，記住邊個唔好咩唔好。啊，其實我認識你哋，我都知道你哋大約嗰個情況好多個。但係咧，我個心決意唔會諗呢啲嘢嘅，因為諗呢啲咧係傷到我，傷到你哋。咁所以我個心咧就決意，一定係數算好嘅地方。成日都諗住好嘅，咁而一發現咧，即係我自己我都承認，我都會有啲負面意念啊，都未夠好喎、提升未夠好喎、仲未去到一個高啲嘅層次喎、呢啲意念依然喺我心中出現，但我就話咁諗又冇乜益處喎、咁我就係正面睇，靠耶穌一定一步一步提升嘅，一日1% 都唔緊要，慢慢提升就可以㗎啦。咁而我亦都深信，如果我哋大家個個都攞到個信息咧。我哋決意由而家開始，而家留意自己嘅內心世界。譬如你而家諗下自己內心世界，可能你今日忙完啦，或者俾人鬧完啦，或者有啲發生過啦，咁你個內心咧可能有啲負面嘅感覺喺度，咁你咧即刻處理啦。我何必咁諗咧？係唔需要咁諗喎。我係喺神裏面係超人嚟嘅喎，我係好有能力嘅喎，我係唔需要俾你影響。咁你咪會正面咯。大家攞唔攞到我所講嘅 point？ 即係話。由早到晚都係咁樣處理生命，並且成日祝福人，咁一發脾氣就唔祝福噶啦，就傷害佢啦。即係嗰句廣東話又好搞笑，一啖砂糖一啖屎啊！即係好搞笑，我真係成日諗都得意。即係好似俾佢食一啖砂糖，聽我老公成日話我係咁。咁咧，既然我哋又想蒙神喜悅，何必係咁咧？其實嗰啲嘢又唔死得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即係你唔好介意啊！我去到你屋企啦，探過你啦，我真係覺得你屋企啊靚過我去過好多間屋企，真係唔呃你啊！呢個第一當然係你嘅，你本身嗰個體重屋企嗰個即係樣嘢啦，同埋你個工人都係幫得你手嘅，咁我哋咧都係。其實我去過有啲好多地方有工人都唔係咁樣嘅，真係咁。但係你嗰個眼睛咧，總係會嗱，即係成張白紙啦，總係人睇到嗰點黑色嗰點，第一咧，哎呀，邊度算得乜嘢啊？都睇唔到啊！咁你咪試下睇嗰啲好嗰啲咯，咁就 OK 噶啦。